让来评价龙哥，龙哥怎么样？话都说到这儿了，龙哥，我反正龙哥在我笑点上，我觉得就是他对龙哥的崇拜，就在龙哥的平时的一举一动，对一个小细节，对，比如说如果龙哥喝水呛了，他都会笑。就到这种程度，因为我感觉龙哥身上全是包，有没有可能是你笑点低呢？我不是，我笑点挺高的。哎，他凹起来了，凹起来了，是一个很严肃的。哦，就进打破了自己，就接了这20分钟，他得笑100回了啊！对，我现在进了这个。